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还有铃铛，非常感谢你们。好的，那我们这款《超神学院》晋级，登录的方式有Google、Facebook 信箱账号游客登录。好，用游客来试玩体验。会不会声音应该还可以吧？那游戏是测试时间是6月1号到6月15号。那目前是三档哦，计费。好，这边有一个新手专属礼包 ，CS666 VIP 888。我们待会来输入一些。好，那难得台服有一些测试的游戏啊。哦，我玩的测试游戏大部分都入服版本。来吧，创建角色，最终哈姆。OK， 来吧。超神宇宙中有一颗十分巨大的。OK， 这边有弹幕，我们先把弹幕关掉吧。树状结构下是分布在不同星系的文明。超神学院这些文明是一个动一个网络动画，好，网络动画，以前叫做那个拉拉拉德玛西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以那个英雄联盟为背景的一个网络动漫动画啦。以前有看第一季、第二季吧，然后蛮好笑的。每一季都很短啊，大概10集左右，然后都几分钟而已。印象中啊，蛮搞笑的吧。主角我记得一开始是那个葛小伦，是不是叫葛小伦？拥有远超地球人认知的，我就一个很像盖伦的一个。哦，它原型是盖伦啊。他们是就什么赵信啊，什么什么加文四世啊，吼。2013年9月，这些吧。外星入侵。哦，阿里呀、啊。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地球。还有一些什么暗影猎手犯啊。力量悬殊，使得人类节节败退。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后来就完全脱离了那个根本无法与之匹敌的英雄联盟的一些设定吧。一群继承了超级基因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我到那时候大概是2011几吧，2011、2013那附近吧。那时候我还有玩一下，我还有在玩那个英雄联盟。一名超级战士就有玩，那我打电脑而已啊，拿手胜打电脑，他们就随意玩玩。雄兵连，好，超神学院，你们可以去找来看一下。一开始蛮好笑的，后来我就没看了。好，游戏是 3D 的，然后应该是放置策略游戏啊。那是直立式的，我现在用的是 MMU 模拟器，那下面是我的工具列。我下面这边是我的工具列。好，我模拟器至少4-5款吧。好，这边有一个葛小伦嘛，就是以盖伦为原型啊，好，德玛西亚。然后这个杜强威应该是卡特莲娜，卡特莲娜就有拿刀刃的啊，印象中卡特莲娜好像是拿刀刃的一个刺客吧。哦，英雄联盟我也很久没玩了，超十年了吗？超过十年了。好，放置挂机，那我们就一直往上走。饕餮士兵梁山一之一，那视野可以随意转动，会不会太小声啊？OK。这个应该是赵信吧，拿枪的就是赵信啊。背刺。赵信的话，那时候赵信也不错啊，可以捅人家屁股啊，把人家捅飞。印象中，戳，然后敌人就被人家捅起来。有点控制技吧。好，这边可以编队，我们来编队一下。
葛小伦嘛，还有那个赵信。小爷我叫赵信，代号德行之枪。德玛西亚。好，游戏还在测试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线，我就先试玩体验。好，防止刮机很轻松。那这边的话，梁珊珊可以获得麒麟，哦，麒麟。那我们大家应该会拿到麒麟吧？麒麟是谁的原型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太知道了。哦，因为后面。动画是很久以前看的，后面这部分我就没看了。我可能只看到他们去学院，是不是？啊，反正也许大家跟我一样都没看过后面的部分。我的名字，麒麟，中士，狙击手。啊，反正就是一个狙击手，狙击手叫后排啊，我们两个战士肉盾都在前排，坦克。赵信应该是走上路吧？哇，这音乐怎么那么澎湃啊？好，人物就三 D 了，然后 Q 版，大概三头身吧，三头身左右。怎么就是饕餮精英首领一只四？好像有点大声，再小声一点。那世界频道好像有一些人在讲话，加好友啊，礼包码什么的。礼包码刚不是说了吗？登录就有啦 ，CS666 VIP 888。哦，大家就拿十连抽吧，我在想。哦，拿好一些钻石之类的。好。这边可以升级，我就是现实。拿回来，英雄这边开了嘛，然后回到战役，下面就是我们的首页标签。好，继续新手指引，梁山七可以解锁任务。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界面吧，好不好？我是哈姆嘛，追踪哈姆，我的 ID， 那目前我的主力阵容站立在这边。设置的话可以高清哦，字就比较清晰一点，高帧率，描边，兑换码，来吧 ，CS666， 确定，好，英雄集结卡，大家十连抽吧，然后还有 VIP 888，好，拿到了，星钻888。发发发！好，画质又好一点，我调好一点。那我们继续。这款放置挂机质量算高啦，哦，整个3D 啊什么表现还可以啊。放置型玩法很多啦，那这种的一直跑奔跑来可以。有的是会一直在地图上绕圈圈，然后这种是一直直线跑。然后有的是左右互撞，看看你喜欢我哪一种。放置型挂机实在太多，换皮超多啦。好，这边可以出发。钻石目前好像是有绑定跟非绑定吧？这种免费的有个钥匙啊。好，金币。编辑队伍，现在还要到梁山七呀。好，主线领取任务。继续扫荡这个饕餮的余党吧。关卡进度237，239可以解锁装备。好，那我们继续来升级一下吧，好吧，来升级一下。升级的话需要金币嘛，然后这个叫英雄经验。狙击手，这是切换吗？等级重置的。重置的话需要钻石耶，我不怕哪里有罪恶。听说你们都管他叫大宝剑，是神一。先平均升一下。谁
谁都别想动他。250。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屌丝，屌丝哪里有罪恶？不，现在是躺平了，不是屌丝了。好，这几天是躺平文化。躺平文化就大陆那边现在这个词汇比较讨论度比较高吧，过几天搞不好又没了。好，我十等哦，这么快。他这练等好像还蛮快的哦。现实很残酷，我就是现实。啊，现实很残酷，不是什么很骨感吗？那我们继续喽。信爷，我风度。一件穿戴啊，没装备了，可恶。好，这边有任务。这边可以一键领取耶，还不错。然后这边有一个活跃度吧，好拿宝箱。好，主线。我觉得整个界面的 UI 我觉得还 OK 耶。哦，没有那种烦人的氪金界面，就是哦一堆厨子，一堆 VIP， 一堆基金啊，金光闪闪。那这边有挂机奖励啊，十分钟，我玩十分钟了，我来领一下。那我们继续来练等。听说你们都管他叫大宝剑，可以超过我的等级吗？其实他叫虚空。还要再升级的话，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啊？有点像突破，是不是？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屌丝，就算世界末日，我的枪。哦，这应该是有点像突破的东西，需要这个东西，还有这些，要额外需要这个啦，五十个。弑神一号。至心是小爷的女人。好，这边没有了，够了，升十五个。那英雄图鉴通常是会给你钻石吧？通常啦。现实很残酷。哦，这个故事嘛，看一下。哦，这个葛小罗，哇，这么帅，是动画的吧？展开。我拿到了，绑定形状，我就知道。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图鉴的光环通常是这样，就是看一些介绍嘛，然后你就可以来拿这个钻石。哎，这会不会太矮呀？169，有点矮。信爷，我风度翩翩，长发。驾驭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吧。就驾驭了未来。这只就卡特莲娜，好像没有哎，哇，没有。可以看到其他角色哎，哦，反正就动画3D，这悟空吧，哦，悟空啊。孙悟空，地球守护神，天使都来了，恶魔。然后这边是3D，女王锁。我们天哪！好，这边是图鉴哈，给大家看一下，有阵营啊，有阵营，32/3，所以说有32只英雄就对了。OK， 那我们继续吧。这边有那个快速战斗。大部分都2小时嘛，他是说4小时哎、欸，哦，马上获得那个4小时收益，准备进行快速战斗。那我们是要先把这波的敌人给干掉，还是已经在打了？不知道，哦，我也是新手，给他等一下。这样有了吗？准备进行快速战斗，所以刚刚那个不是，是不是？反正就坐上这个像吉普车，然后要来撞人。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阿帕奇直升机，没有就直升机，这可以跳过吗？好，获得4小时的收益。那一开始是免费的，之后就要花这个好50这个星钻。不然就要重置。可以跳过，可以跳过动画，就是，还行。那我们应该可以获得很多装备了吧？果然啊。就算世界末日，
至心是守爷的女人。那我们这个刚好拿到这个可以升级的东西。弑神一号，你装填完毕。现实很残酷，我就是现实。现实很残酷啊！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我。信爷，我封你。先升到20等，好，没问题。再要100耶。好，先不要。咱们先不要。好，以放置型玩法，我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啦，还不错。谁都别想动他。哦，还不错啦，我把我的那个背景修出来一下，因为我现在是用别的模拟器，他刚没抓到，是没差啦，因为我用黑白的。你们刚可能就看到黑色的背景啊。好，好好，那这边新手指引要到12会解锁集结术，集结术，集结术在哪里？这个吗？集结术可能是类似基地还是守夜吧，我在想。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加速，是不是？就这战斗比较慢一点，还没有加速，2倍啊、3倍啊什么的，现在没有哎。弑神一号。然后这边有锁敌中。哦，锁完底之后你才可以挑战吧？哦，你要先战斗，然后可以锁，然后挑战首领这样。好，继续来领。不错不错不错，有一件领取。那回来我们这个像是我们首页吧，集结束大家抽抽吧。嗯，我们刚好拿到10连抽嘛，对不对？但是是这一种的哦。有新创商店、友情商店，还有这个召唤商店。我们刚是这个，那个时间抽吧，看看可以拿到谁。我发你，紫色的。我叫繁星，只有100岁的天城坚兵。好像杂鱼哦。那继续。已转化是怎样？重复是不是？没有啊，这也是重复的啊。天使士兵直接变乙转化，赵信也有啦。人类士兵，我是带领女王宴的右翼护卫。怎么又是天使啊？恶魔士兵，在战场上永远不要小心。哦，这是谁？尤其是雨晴，医疗总长。好。那就这样吧，抽完了，时间抽没了，心愿单，这个应该是增加几率的啦。哦，这边有金塔，我们来看一下，设定5名嘛，然后提升几率，有点像 pick up 啦，让你挑选。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界面吧，时间上差不多了，福利，这个是7天登录，哦，然后这边有月卡。记住哦，这是3档计费哦。你现在储值的东西，到时候它可能会返还给你，但是就不见了，你的人物就不见了，就重来。而且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要公测。好，这边是商店哦，商店有一些试炼的、经济的、联盟的。活动中心是什么啊？目前的活动是……好，先不看。储藏室，哦，就我们仓库啊，背包。引擎研究室，这是不是那个一些 buff 啊？对啊，果然是一些 buff 呢。技能预感，我要合成，但是要有引擎，是不是？一键添加，我现在没有。好，这边锁起来，还不能看。竞技场啊，特训室啊，联盟大厅，应该是加入工会啊。那，这边有些新角色，就没有我这。先练这一种，紫色的。好，又有故事可以看，可以领。那，雨晴哦，好吧。那我练对了吗？我是练对了，因为另外2只是天使啊。好，来来来来，跑来跑，在后面屁股扭扭扭扭捏捏的，扭扭晃晃的。好，孙行者，
悟空。14级可以解锁联盟，哎、欸、，OK。那新手差不多了哈，新手的教学差不多，这边就跳出手冲可以拿到这个神级的天丝眼，然后这个签到。启动恢复。我刚刚已经先去领了，自己就乱看嘛，随便看。这边的话是统计啊，伤害统计，输出嘛，然后防御。然后 HP 是怎样？受伤吗？还是补血啊？哦，真的呢，我们的以前是奶妈，是不是 ？OK， 这是补血，然后这是承受伤害吧？承受伤害应该是以那个肉盾前排，这是战斗统计，这个是私聊，然后这边是其他玩家的聊天室，哦，你也可以聊天。通常是要加好友啦，哦，加好友才可以去抽卡嘛，有情的可以抽卡。哦，这边集结处有情嘛，友情商店你就需要这个爱心啊。那爱心怎么来？通常都是加好友，每天互送一些好礼吧，或者礼物或者好感度之类的。好，功能易燃。哦，我刚刚都没有领耶。他就这个教学就很不错，就是整个流程我觉得蛮人性化的，你可以慢慢玩，有没有一慢慢开，然后跟你讲，然后也可以领奖励，这样我觉得很棒。粉丝福利哦，你要关注他们 FB 啦。那你想玩的话，我会把脸书啊，还有下一点解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常看我的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会把一些我知道的资讯放在那个栏位里面。但是那个资讯都是当下的啦，可能过了半年啊，或者几个月就没用，那连结就失效了，因为游戏倒了嘛，游戏收起来了。哦，因为我刚刚没有直接打 BOSS， 所以他要把这一波给干掉，是，看起来是这样。好，这边是频道，全部联盟队伍。那这是我刚刚打字，我刚。放这个图片啊，这个图案。那这边是我们每分钟的收益，有金币，还有这个经验值，是不是？那还有这个应该是进阶用的。这里可以缩放。好，可能有一些漏掉的也不一定啊。那再来就是要开这个。副本哦，这个是副本，刚好开了。打材料的，通常是打材料。那这边有 roguelike 的玩法、欸、，OK。他自己也跳过来，告诉我们有教学是不是？好，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小事锋芒，单人进入副本。看不出来这悍匪呢 ？OK， 摩甘娜。就是能量器不强，我靠！行了，你们老大在哪儿？我刚刚就法师的，跳过。感觉有一些剧情哦。全体攻击，徐天。好，挑战。这副本玩法，是不是有三波敌人？你可以把音乐小声一点，有点大声，有点大声。那其实游戏可以同时进行的、啊。放置游戏是这样，你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打副本啊，也可以打这边，你看可以同时进行。他这边有一把剑嘛，告诉你我们还在战斗。这也可以练。额头上的可不是什么胎记，那是身为战士最荣耀的勋章。好，随便练一只。这个是职业吧，肉盾战士吧，然后这有点弓箭手输出。然后这个十字应该是治疗，还在进行哦，没打死哦。第一波是不是？第一波，所以第二波你要自己挑战，他不会自己打。而且我们刚刚好像可以再多上一只哎，对啊，你看我这边可以多上一只，好像就四只，五只的。只有100岁的天成尊兵。
这边应该还没打完。哇，我好像打不太过，死掉了，没血，血会不会继承啊？普通商人，帮助是怎样？我还有商店是不是？哦 ，Mr. Bug， Bug 不是臭虫。挑战，哦 ，HP 又满了，哦 ，HP 又满。这个是刚刚拿到的，是不是魔王护甲？现实是怎样？哦，这边有卖那个装备，买一下。我、哦、怎么那么吵啊？哇哇哇哇！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完了，我死了，打不过哎。好，练度不足啊，练度不足啊。那就要赶快来练等，全部练上去，练到20等。如果觉得我年纪小就好欺负的话，那你问我头上。重新挑战一次。好，那这边有那个基因实验室，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改造是不是？吃掉一些角色，然后基因改造，然后生命力就会上升，生命、攻击、防御，哦，技术属性有上升，然后多一星，哦，就是说你抽到那些杂鱼角色，就是吃掉用的。好，我觉得以放置游戏来说，这款游戏我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可以玩玩看，然后等它正式公测这样。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啊，时间上也26分钟了，26:27。好的，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大家拜拜。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或许是我也说不定。